的太高可以卖不出去啊。只要合理的话，只要有市场价合得算，那买主就可以买嘛。这个要跟他们商，到时候再商量，他不可能太离谱的。离谱了，移民的东西卖不出去，他就凑到船上了。啊，不是他，没有，因为阿拉斯加不可以往海里面采水。